啊，喺嗰度。就衰到而家，將來揀嗰個特首，一樣係由佢哋揀咗俾我哋再揀。如果搞得唔好咧，我話俾大家聽：一號董建華，二號曾蔭權，三號梁振英任揀。咁你死唔死啊？即係17年繼續。咁所以我唔廢話啦，大家記住，而家最關鍵嘅就係咩咧？佢哋係用文革嘅方式見人就鬧人，咁咧就鬧到大家好似好驚咁啊！即係出街。唔使驚嘅，香港人嘅大多數民意係唔代住先，大家大力表達呢樣嘢，係咪？唔使打交嘅，正啊！我唔中意啊，得噶啦，係咪？保人黨揾你，你話我唔要保人，係咪啊？輪分金我唔炒，搞掂。所以咧，我希望大家原諒我哋喺度做呢、這個反對待住先，拒絕搞普選嘅活動，可能令大家有啲不便。大家諗下17年嘅小選呢個小圈子選舉啦，又令到大家好唔方便，所以我特別嘢講，希望大家支持呢個泛民主派嘅朋友，挺直一軍，大聲講出嚟，我哋唔要搞普選，咪？我哋係民要搞普選，我哋係民要搞普選，多謝大家。
居民的入息的中位數的11%的，現在沒有了，所以這句你不是加40%的咯，是吧？我現在告訴你，喂，如果你窮啦，不用加一個月租，那即是荷包只是兜土，兜到即是荷包，其實即是我們蝕了去的。所以沒話說，各位，我尊重大家，大家解筆就解筆，不過沒辦法，共產黨不尊重你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未來的10日不要怕，有人告訴你搞普選是真的，你說不好意思是假的，就好像對付好人打一樣，你一跟我聊天就糟糕了。你走倫敦今天去打你一千